这里展示的是宁静致远书法作品。这幅作品呢，是根据康熙帝字碑的拓片字体呢进行制作的。这个字呢，是在西安的碑林里呢有一幅康熙御笔的宁静致远的一个字碑啊，是根据这个字碑的这个石碑的这个拓片呢进行制作的一幅书法作品。这个作品呢是装裱成了画片，看四边有银白色的寒菱边，中间的宣纸是选用的金丝宣纸，看上面很多的金丝黄土色的，所以说配上这幅字庄重。这幅作品呢是一位客户定制，他呢自己回去就可以装框，装在画框里面就可以把这个装裱好四边了。背面附了安徽的手工宣纸，比较挺，这个纸呢也比较厚，这样的直接放在画框里面呢就可以了。这幅作品呢，上手呢是王其赏、葫芦章，落款呢是作品的藏章、收藏章啊，是我们制作者的印章。这写的呢是一个惠存啊，中秋书。整个作品呢非常漂亮。